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贝尔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Pokemon Go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打的是双人的念力图哦。那我们这次呢带我的小账号一起来打这个，因为我怕一个人打不过，所以现在就带我的小账号一起来打。那次后面好像有被加强啊，那么讲帕鲁奇亚被加强之后，真的是改得很难打，越来越难打了，各位。好啦，我们这次阵容是班吉亚斯，然后三只盖欧卡，盖欧卡全部都有欸，然后一只暴鲤龙，再一只水一步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进入战斗画面吧。2000 years later， 那这边我选择的是对他有效的班吉拉哦，因为我们的二属性是克制超能力属性的。那这边的感觉怎么好像打不太动了？哦，有，这慢慢在扣血了。有时候感觉他打我并不痛啊。哎，为什么小刀才这样子的伤害而已？哈哈，真的假的？这伤害好低哦。哎，我们干脆用老班就好啦。我们干脆用双摇老班来打他就好啦。我们改天可以来单挑看看啦、啊。说不定我们可以啊。OK， 你们这边可以看到的是137秒的时候，血量已经剩下大约三分之二了吧？应该是啊。哈哈，总而言之，他这边的攻击并不算太痛啊。我的老班应该算扛得住哦。这边120几秒的时候好像就黄血了，那这场应该是可以赢了。那我们这边再发动鸟，疯狂的发动鸟碎，我不知道班吉拉撑不撑得下去。班吉拉加油啊！可恶，这时候我的小账号的大招跟小招竟然都不对啊！应该换成双咬的才对，这样对他 也比较有效，打得也比较快。OK， 他这边呢，他已经快没血了、哦，速度还蛮快的嘛。OK， 这边呢啊，他好像已经快没血了。哦，我的老班撑下来了，哎，竟然撑下来了，哦，666，这边刚好在66秒的时候成功的击败他，还真的是很溜啊。哦，这边五颗金莓果，两瓶好伤药，哎，就这样，没有神奇糖果，也没有招式学习器。好，啊，那我们这场呢，输出是第一名哦，因为小账号的招式不对啊。那这边呢，我忍不住性子想要丢啦，这个，有够蠢。那这边呢我再丢，哎，竟然没有丢到圈内，太难丢了吧？这距离有点近，然后这球它爆出来了。我们再喂一颗凤梨果，再丢，又没丢进圈内，真的假的？一个，哎，怎么连摇都不摇？不要跟帕鲁奇亚一样呢，哈哈。这边呢，再丢 ，OK， 有一个 great， 一个，两个，最好是连 great 都可以爆出来啦，呵呵。还蛮拖台前的、啊、这个，搞了半天他就是不攻击，然后一直在那飘飘。现在我正在专心的等他攻击，又避免我忍不住性子丢球的时候，他突然一个攻击我啊！哎，这边竟然好险有丢到啊，吓死人了！一个，哎，怎么也是连摇都不摇？害我浪费这么多时间跟这么多球在你身上啊，这个。这边呢，又是一个忍不住性子想要丢啊，这个。那这边呢，一个，两个，竟然还是爆出来了。但是这边我看过蔓莓果，到底有没有效？就是不吃凤梨果是吧？
还是你觉得我凤梨果不太好吃？哈哈，这边呢，再丢。OK， 但是他这次好像好险没有攻击啊，一个，两个，奇怪，为什么用范美果就抓到了？那凤梨果为什么你不吃啊？哈哈，可恶！哎，这次我还没有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好好好，终于开头的字哦。那我们看一下这只 IV 好不好？啊，不好，啊，算啊。OK， 那我们今天时光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，各位观众，我是贝尔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